取得勇气啊啊，不断努力，只愿成为你眼中期待。好好，看你们跳一遍吧，好吧。好，好，来，来吧。把几个跳得比较好的，我跟你们拉前面了哈。当然现在好像已经站前面了，一个叶和林拉出来，然后博远出来，然后卓元出来，来吧。这博远这种，他就是能唱又能跳，然后跳的话就是你的，真的不是很想说这个词，但没办法 balance。就是去调一下自己的 balance， 让自己动作做得更大一点，留着这个动作，就是可以让自己做得更美。其实每一点点的差异，它其实一点点的差异，你比方说啊，你们先稍微往那边退点，你就博远跟我来。对，你看这就是 balance， 一点点的它的那个非常非常小的差距，但这个差距怎么练呢？就是我想做一个动作的时候，这个动作比方说。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哈，我这个动作 wave 多大才能让整体在镜子里面看的是漂亮的，继续找最漂亮的动作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